草民前帐叩见老爷。草民叩叩下跪何人？哥，是我啊。大堂之上只有县官和原告、被告。哥，我是原告啊。叫老爷。是老爷，我是原告。老爷，我是原告。去你，嘿，嘿，嘿。原告茂源山货站老板刘清宇，被告珠宝店老板钱正，为诈骗500斤木耳，货款白银300两。原告珠宝店老板钱正，被告茂源山货站老板刘清宇，为讹诈500斤木耳，货款白银300两。这。大人，大人，问案呐！你二人究竟谁是原告？我是原告。他是被告。我不是被告。我才是原告。我是被告。哎，那不对呀、啊！哎呦，哎，我是原告。你呀、啊、是诬告。我有证人呢、啊。你这个骗子！谁没证人呢、啊？鬼才是骗子呢！你是骗子，你才是骗子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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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骗子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们两个大堂之上还敢争斗？哥，我是原告。刘兄啊，我是原告啊。都叫老爷，再叫哥啊、兄啊的，各自20大板。啊，这既然都是原告，那被告是谁呀？他。老爷，你不能偏袒了，他是你弟弟。老爷，你不能偏袒，他是你朋友啊。大人，传证人吧。传证人，对，传证人。传证人上堂。明女草儿草人叩见老爷。你们两人都是证人啊。是老爷。证人，证人，人要正，言要正。若作假证，枉法难容，懂吗？懂，老爷。那你们就作证吧。我证明昨天。老爷，我证明去年的昨天。昨天是8月15。去年的昨天也是8月15。哎呀，一个一个讲。他先讲。一个人先讲。我后讲。哎呀，草儿先讲。老爷，那我就先讲。昨天一大早，我正在店里打扫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啪啪啪啪，啪啪啪啪，一声比一声急呀、啊，好像是失了火一样。钱正，钱正。钱正，开门呐！钱正，给我开门！钱正，谁呀？啊！去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！啊，是。老板。谁呀？哎呀，哎，
是刘老板呐。刘老板，你这一早是怎么了？哼，嘿，刘老板啊，中秋佳节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你干的好事。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啊？一张白纸条嘛。你别装糊涂了，这是你给我的欠条啊。是什么欠条啊？500斤木耳的货款，300两银子。刘老板啊，我什么时候欠你的货款呢？你总不能拿张白纸条来唬人吧？这是你唬人还是我唬人呢？我怎么唬人了？你拿张白纸条来说我欠了你300两银子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到大街上说去，叫众人评评理去。你看我告你。外面评理都不敢去了，你还敢告我？我非告你不可。你敢告吗？我非告不可。你告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老爷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。老爷啊，我证明去年的昨天青雨拿回来的就是这张白纸条。什么白纸条啊？是欠条。禀老爷，上面确实是有字啊。呈上来。是老爷。哼，这分明是白纸，怎么说有字呢？老爷，这原来是有字的，上边写着今欠到500两木耳货款，白银300两，钱正8月15日。不知怎么了，纸条上这字啊就不见了。老爷啊，你听听这话谁信啊？条子上的字没了，账上还记着了。对啊，老爷，我这账上记得清楚。呈上来。是老爷。8月15日，珠宝店老板钱正欠500斤木耳，货款白银300两。老爷，这账是他们记的，他们既有翁婿关系，又是老板伙计，分明两人合谋讹诈我的。是你赖账，是你搞鬼，是你倒打一耙。老爷自会明察呀。来人啊！老爷，去叫丁班头来一下。是。老爷，您找我？是啊，班头啊，我想来想去，正好比老虎吃天，难以下爪呀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身体要紧，先不要想那个案子吧。哎，不由人呐。哎，班头啊，你再去找草儿，让他想想，去年8月15那天，他还记得什么别的没有？哦，老爷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老爷，老爷。
八哥，来呀来呀，八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爷，哎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老爷您好，爹，我把八哥给您带来了。哦，咱们最贴心了。八哥，爷，你就待在这儿陪爹爹玩几天吧。八哥，哥，真有意思。啊老爷啊，这是我们给你熬的一点木瓜冰糖顺气汤，你喝一点吧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。哎，老爷啊，看你说的这么见外啊。哎，黄先生，古城学堂怎么样啊？比靠山庄的好多了吧？哦，是啊，古城学堂的确不错，学生多，先生多，挺热闹的。哦，兰兰，可丽啊，你们最近学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员外放心，他们啊都学的不错。爹，等您病好了，再到学堂考我们吧。嗯，爹，如果你来，我们保证再不给你摆萝卜宴了。员外不必心急，衙门的公事是办不完的。哎，先生说的是啊，这不当官不知当官的难呐。哎，哥，哥，哥呀。啊，二老爷，二老爷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二爹，二爹，听说又是你闯的祸啊。哎呀，真是，小孩子家不准胡说。哼，奶妈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员外，你和二老爷说吧，我们走了，过两天再来看你。哎，我已经好了，你们忙你们的去吧。啊啊，我们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哥，哎，青雨啊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呀？好好的条子怎么就变了呢？哎，是是啊，我怎么也想不通啊。哎，这案子棘手啊，钱正呢也是给我帮过忙的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啊，哥，你的意思不会是要我认了，300两银子不要了，算了？哎，不，哥不是这个意思，即便是300两银子不要了，你呀，还是落了一个讹诈的罪名啊。哼，这罪名我可不背，没有解不开的谜，哥，这事不能犹豫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这是上边来的公文，大人抽空过个目吧。嗯，哥，我先进屋去了。哎，大人，你今天身体好一点了吗？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孙先生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给知府写个公函，呈报刘青雨、钱正一案，就说我身体有些不适，请知府派员下来协助侦破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嗯。哥，你这个办法不错，以免别人说闲话。你听到了，我想了这个办法，第一，有利于破案；第二呢，也好让钱正啊心服口服啊。嗯。草儿，你在这儿洗衣裳啊？哦，丁官差，您到哪儿去啊？哦，我呀，还能有别的事儿吗？我想请你回忆回忆去年的事。去年？什么事啊？只要我想得起来。还是刘老板跟你们老板的事儿嘛。去年8月15，
刘老板到你们商号去过吗？去过呀。肯定嘛，时间都过了一年，你怎么还记得呢？现在都闹上公堂了，不必你问我，这几天我自个儿都在试着回想呢。再说8月15过中秋，不是寻常的日子，我印象也就深刻了些。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不知道，丫鬟哪能听老板们讲话啊。那他们争吵了没有？争吵？没有，我没有听到。哦，草儿，我走了，你想起什么情况到县衙里找我。丁官差，你走好啊。哎，丁官差，等一下。草儿，还有事儿吗？丁官差，我记起一个人，好像那天他来过商号，你找他问问吧。谁呀？孤陋匠啊。孤陋匠，他有什么事儿呢？好像是老板的墨盒漏了，孤陋匠不知怎么没补好，他们两个还吵了几句呢。争什么？没听清楚，后来我就到后院去了。哦，好，草儿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啊，就怕帮不上忙。我走了，记起什么情况再找我。哎，是是。老爷，老爷在吗？老爷，老爷在吗？老爷，钱老板求见。哎，刘兄啊，是我呀。哦，是钱老板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哦，钱老板，请坐。坐。刘兄啊，这是刘兄爱吃的点心，我特地给你拿了2斤来。钱兄费心了，这么晚了，有何贵干呢？刘兄啊，身体怎么样了？这两天我总是放心不下，白天想来啊，又怕打扰你的公事，只好晚上来看你。说心里话，你和青羽这事儿，我是怎么也没想到啊。哎，刘兄啊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，大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己人不认自己人了。刘兄啊，刘兄啊，这案子虽不大，可不好办呢。不瞒老兄，我已将案情呈报知府，这两天请他派员来古城侦破。刘兄啊，你也太多心了，我还能信不过你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多嘴杂的，叫上边派人来，也好啊。钱兄能知道我的苦衷就好了。刘兄啊，你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。这公事嘛，能办多少就办多少。不管怎么说啊，不能坏了咱们兄弟俩的情分呐。钱兄，这天色不早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事了，没有事了。哦，恕不远送。那我走了。刘兄啊，好好保重啊。我走了，我走了啊。哎呀！通判老爷到了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知县刘青云迎接通判大人。大人免礼了，免礼了。在下奉知府之令来到了古城，还望大人多多指点呢。大人过谦了，古城还望大人早点来呢。哎，
知府大人接到了大人的呈报，颇觉稀奇，要在下立即前来协助大人呢、哦，是很少见。大人先休息，过一会儿叫县城把案卷送给大人，然后我再向大人禀报近日情况。大人，请到后堂休息吧。哎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请，请。哎，啊！看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刘青雨名下的账也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。哎，你看，欠条上的字能不见了，账上的字当然也能不见，这是同时记的嘛，同一支笔，同样的墨汁嘛。一点字迹都没有了。还担心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能不担心呢？这两天呢，把我给折腾的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钱呢，就像天上掉下来的，300两银子，300两银子呀！哈哈哈！哎，胖子。你就好好睡一会儿吧，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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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怎么了，胖子？怎么了？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柯拉呀，柯拉呀！柯拉，柯拉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人小鬼大呀！哎呀，我看柯兰那孩子还不错嘛。嗯，他不是给我们找回的那3颗宝石吗？他，你知道个什么呀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哎，有他没有破不了的案呐、啊！这么厉害呀、啊！你不是说案子交给通判了吗？哎呀，通判倒不怕，怕的是柯拉呀、啊！哎呀，那天草儿在吗？啊，你说的哪一天呢？哎呀，就是去年8月15那天嘛，刘青雨来要钱，我给他打欠条啊。哦。那个时候啊，草儿不在他的后院去了。哦，你可记得清楚？记得清楚。你不是说过吗？生意上的事情啊，不让他知道嘛。所以啊，这种时候啊，我总是把他给打发走的。哦，对，这哎，还有一个人呢。嗯，谁呀？孤陋酱啊。这个人倒是要注意，那个去掉墨迹的办法不就是他教给你的吗？哎，是啊，这个人，哎，胖子，能不能找他说说，叫他呀千万不要讲啊。这不行啊。嗯，这么做不就成了此地无银300两了吗？哎，胖子，你别急呀、啊，你不是很有办法的吗？好好想想，你平时的办法不是挺多的吗？哎呀，好，嗯，哎，这个孤陋酱啊。一会儿东村，一会儿西村的，到哪儿找啊？钉盘子，钉碗，钉锅，钉缸嘞！师傅，掌柜的，哎，你叫我。哎呀，师傅啊，我赶了你好几个村子，你是不是脚下抹油了？哎，掌柜的说笑话的。哎，我是有活就盯，
没活就走，耽搁不得的。哎，好师傅，你这腿下功夫不错嘛。嗯，不只是腿下的功夫，我这手上的功夫也呱呱叫呢。哎，要定什么？说吧。师傅，咱们这古城有几个孤陋匠啊？嗯，就我一个，你不用打听，一说孤陋匠李师傅，那就是我。嗯，这么说，城里珠宝商钱老板的磨盆也是你盯的了？哎，没错，这事儿我忘不了啊。哎，是我给他焊了一下，头一次没焊好，还漏墨呢。后来又来找我，我给他重焊了，没收他的钱。哎，师傅的记性真好啊。哎呦，那个钱老板脾气不好哦。哎呦，他说啊，墨盒没给他焊好，漏墨，弄脏了他的账本了。哼，他呀还狠狠的把我给数落了一顿。那是不是去年8月15的事儿啊？8月15，哎呦，我哪记得呢，都一年了。那师傅再想想，那天除了你跟钱老板，店里还有什么人呢？这还有什么人？这个嘛，哎呦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哎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？啊，不干什么，我这个人呢，好奇，跟人讲话老爱刨根问底的。哦，人呢都有所好了。这个我这个人呢，对丁活记得特别准，别的什么事儿啊，都全丢到脊背后去喽。哎，我呀没什么活好丁，看见师傅在前面走，就想一块说说话。哼，你这个人，哎，你有闲工夫啊？我可没闲工夫。哎，师傅，哎，钉盘子，钉碗，钉锅，钉缸嘞。疼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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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老板，怎么是你呢？师傅，可找到你了。钱老板，你有急活吗？哎呀，师傅，还是那个墨盒啊，又漏了。哦。我当是什么急活呢？啊，还是墨盒啊？是啊，师傅，这墨盒啊，我可是一下也不能离呀。哎，这我不是焊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又漏了？哎，师傅，是不是白铜的焊不上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来，我再给你焊焊吧。师傅不知道啊，这墨盒一漏啊，我的账本可就倒霉了。哦，是不是又会染上墨了？那好办嘛，你再用桑梨汁涂一涂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桑梨汁，什么桑梨汁啊？这去年我不是跟老板说过了吗？啊，用桑梨汁一涂啊，这墨迹呀就全掉了。去年你说过？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，师傅。嗯，没有说过。是啊。哦，也许是我记错了啊。老板，就用这个办法
试试吧。啊，试试可以，可是师傅，你可是真的没有说过，真的没有说过。哎呀，没有说过就没说过吧，一句话嘛。哎，钱老板，你怎么倒认真了？师傅，我也不是认真，师傅没说过呀，我还真是一窍不通啊，师傅。钱老板啦，哎，这次他是不会再漏了。哦，师傅，多少钱呢？不要钱，活没做好，怪我吗？哦，那就谢谢师傅了啊。哎，钱老板，今天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啊？哎，拿去吧。丁叔，辛苦你了，来喝杯茶吧。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丁班头啊，在。草儿提供的线索也就完了。是的，老爷，从目前看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通判那里得怎么交代呀？爹，我看呐，还得从白纸条上下功夫呢。这白纸条又不会说话，怎么个下功夫呀？你看了几天古书了，找到什么线索没有啊？这，爹，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我想总会找到的。嗯，哎，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老爷，是不是再找钱胖子谈谈？他这人呢，你不了解，拿不出证据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丁班头，在。这个案子你得再多下点功夫，得要尽快侦破。是，老爷。丁班头，老爷，你速去速回。是，老爷。哎，爹，我再去找找锅漏酱吧。你？是啊，我和李师傅是朋友嘛。他能知道多少啊？爹，草儿说，孤陋匠去年的8月15恰好也在钱胖子店里，再加上是去给钱胖子补墨盒的。我总觉得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些关联。怎么说呢？我是觉得这去掉墨迹的方法一定会有的，只是呢不在古书里，而是在民间呢。哦，你是说这孤陋匠也许知道？他呀跟我以前差不多，吃的是千家饭嘛，走南闯北，自然就懂得多，知道的多了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再去找找。我想你说的也对，我们呢，还得从白纸条上下功夫。来人呐！通判大人，快打盆清水来。是。老爷，清水到。好，放到桌上吧。是。喂，丁盘子、丁碗、丁锅、丁缸嘞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！哎，磕了！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磕了？我呀，找师傅学手艺呢。
哎，别开玩笑了，县太爷的公子学什么手艺啊？不瞒师父说，我呀做了一件错事呢。嗯，什么错事啊？我在书上写了一个错字，我得想法子把它去掉，不然先生可要骂人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大事啊？这还不容易吗？剪个纸贴个补丁不就行了吗？贴个补丁？是啊，就像我钉盘子钉碗一样，补个补丁，拿个小白纸一盖，哎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师傅，那可不行啊，我得想办法把墨迹去掉呢，要不然先生会骂我的。哦，把墨迹去掉啊？是啊，我想师傅您是走南闯北的，见多识广，哎，是不是知道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办法倒有一个啊，只是我没用过，不知行不行啊？哎，师傅您说说看嘛。用桑梨汁涂到墨迹上面，过一段时间墨迹就消掉了。桑梨汁？嗯，是啊，桑梨汁啊。哎，你不是认得钱胖子吗？他该用过这个法子，你可去问问他呀。问他？是啊，我记得去年就教了他这个法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。那天呢，他又来找我，还说呢，我没跟他说过。哎，钱胖子来找你了？是啊，他找过我焊墨盒，还是那个旧墨盒又漏了。这个人呢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呀？什么地方怪啊？他说了好几遍，说我没教过他那个办法。可是我这想了又想，明明我跟他说过的呀。嗯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事儿？嗯，不清楚。哎，不过师傅说了就是说了，人要说真话嘛。是啊，我这个人呢，一辈子不会说假话的。师傅，谢谢你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道什么谢啊？哎，看来好好上学啊，等书读成了，也就什么都有了，就不用像我这样东跑西颠的受罪了。是，我记下了，师傅。嗯，什么都没有。去，把前镇珠宝店的账本收来。是，大人。先生。哎，怎么弄啊？李师傅说，把桑梨汁沾着，涂在字上头。走吧，该上课了。好。哼，丁班头，你来了。把钱胖子叫出来。哎，胖子，快出来啊！是丁班头啊。大驾光临，有事吗？钱老板，把你去年的账本交出来。啊？去年的账本呢？有。要账本做什么？通判老爷要看。啊？怪了。哎，纸条呢？明明放在这儿的。哎，找什么呢？先生，纸条不见了。嗯，纸条不见了。哎，你看到桌上放了一张纸条了没？啊，
什么纸条啊？就是一张纸条嘛，上面写了几个字。啊，那个纸条啊，我把它扔了。啊，扔到哪儿去了，师娘？扔到炉灶里去了。啊。嗯。哎。怎么，很重要吗？那是我跟可丽的试验呢。什么试验呢？你们有没有跟我说？我看上边爬了好多的小蚂蚁啊，怪脏的，就把它给扔了。啊，爬了好多的小蚂蚁。嗯，那字还在吗？在啊，你们写了欠条两个字嘛，小蚂蚁呢就爬在字上头，字上头啊爬满了小蚂蚁啊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再写一次吧。哎，还有个装梨汁的碗呢。也到了呀，我把碗也洗了。哎，你呀，怎么手脚这么快呀？碗上头爬的蚂蚁才多呢，不弄干净啊，这人看了害怕呀。哎，算了，算了，再弄一碗，你来帮我。哎，小蚂蚁，小蚂蚁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小蚂蚁怎么了？小蚂蚁也许就是作案的帮凶呢。你说小蚂蚁？是啊，先生，桑梨汁是甜的，小蚂蚁来吃桑梨汁，同时呢，也就吃掉了字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，可烈，你这个想法有道理。若是这样，字没有了，可是蚂蚁咬过的痕迹一定还在呢。是啊，先生，我也是这么想啊。钱胖子的那张欠条呢？在通判那里。啊，快叫你爹要回来看看呐！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哎。哦，大人，请，请。大人，还是知县大人坐在这里为好。通判大人理当正位入座，你我就不必客气了。好吧，你我同堂同审。大人，你主审，下官我陪审。请吧。大人，请。请。升堂，刘清宇、钱正上堂。草民钱正叩见老爷。草民刘清宇叩见老爷。你二人站起来回话。谢老爷。你二人互告对方敲诈一案，究竟是何缘由？快快从实招来。是他诈骗。待证人孤陋将上堂。草民孤陋将叩见老爷。站起来回话吧。谢老爷。去年8月15，你可曾去过珠宝店？去过珠宝店。去干什么？说了些什么？做了些什么？如实讲来。回老爷的话，去年8月15，我路过珠宝店门口。哎，钉盘子，钉碗，钉锅，钉缸嘞。行，哎，郭老将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钱老板啊！哎呦，郭老将啊！哎，钱老板，又有什么活要干呢？还有什么活啊？上次你给我看那磨盆漏墨呢。哦，哎呀，没焊好再焊吧。拿来，拿来啊！哎呀，活要做细一点嘛。人人都说你手艺不错，我看不见得。墨盒漏墨，把我的账本也弄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那还不容易吗？用桑梨枝涂一下就掉了嘛。桑梨枝？对呀、桑梨枝。不过钱老板呐，你别太急呀、涂了桑梨枝要过一年才掉呢。哟，你可说的简单呐，真够麻烦的，到哪儿去弄桑梨枝啊？真是，老爷啊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我焊好墨盒之后就走了，也没向他要钱。钱正，古老将说的可是实话？是这样啊。可是我……你弄到桑梨枝了吗？弄到了。哼，涂了账本了吗？涂了。可是我没有用桑梨枝蘸墨写欠条啊，老爷。哼，这么说欠条是你写的？啊？我不欠他的钱的。哼，你先坐下。钱正，你刚才说没用桑梨枝蘸墨写，并没说没写呀。老爷，无论怎么说啊，拿出欠条才算数，空口无凭向我要钱，恐怕不行吧，老爷。你别着急，还有一个证人呢。啊？还有一个证人呐？对，还有一个证人。太阳。打啊？传刘可立上堂。大人。丁班头在。来人呐，照吩咐的去办。来，走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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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。打开天窗，请太阳证人上堂。你刘大人，我看案情已经水落石出了。大人所言极是。把大门打开，请孤陋将、太阳证人下堂。是老爷。钱正，欠条上写着，今欠到木耳500斤，货款白银300两。钱正，8月15日。钱正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啊？钱正，你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那桑梨枝的甜味招来了蚂蚁，蚂蚁把字吃了，却留下了新的痕迹。老爷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前两天，刘青云拿来这张白纸条，把我也吓了一跳啊。后来我才想起来了，是那只沾了桑梨枝的新毛笔忘记写了，下午呢又用它沾墨写了欠条啊。老爷啊，我真的是无意的。哎呀，可是你将错就错，错上加错，企图赖掉300两银子，这也是无意的吗？
哎呀，老爷，我见有机可乘，不想给他那300两银子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对，老爷。钱正欠刘青云500斤木耳货款白银300两，加罚1倍。哎呀，哼，哎呀，并且必须在10日内还清。啊，哎呀，老爷，至于你欺瞒本官，在公堂上诬告他人之罪嘛。老爷饶命，老爷饶命啊。给我重打50大板，并处以假刑1个月，压下去。刘老爷，救命啊，刘老爷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刘老爷，你要救我。好了，走，快走啊。哎呀！退堂。回。大人，请，请。这是舍弟青羽，这是犬子可立，还不快见过大人？草民刘青羽拜见大人。草民刘可立拜见大人。快快起来，不必拘礼了。好啊，你这太阳作证的法子好啊，可造，呵呵，可造之才呀。古城过年热热闹闹，老鞋匠过年黑灯瞎火，老两口无儿无女，生路绝，穷困潦倒，冰雪里谁是送炭人，老手艺怎样再走俏，柯拉懒懒小兄妹，新年买鞋出奇招。